我是平板星，现在为各位示范的是速刷我们这一次的战力级任务哈。可以看到我把光珠留下来哈，光珠很重要，很重要哦，记起来。因为第三关用到光珠哦，所以前面就要留光了。干，你一定要弄这么难的给我就对了。记得哦，速刷是要速度哦，是要速度，我了解哦。所以你 combo 数不用高，伤害不用高，只要快能够杀死就好。这边会转这么多抗，原因是我想把新珠 弄掉，因为新珠是蛮大的，这边转六 C 就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天降一个，好停，漂亮，掌握抗魔术了解吗？小一 C。厉害厉害故意的啦，算过的啦， OK OK， 来开机顺序跟我一样哦，开炸板第一个，这是 用我原本实况的时候的队伍、哦、然后速刷而已，没有什么，就速刷，你就赶快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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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天降哦，停 ，OK， 赶快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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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再撸，再撸，各位观众，哦喽喽喽，不要天降啦 ，KO， 谢谢各位。